撒娇，我说这样的心情也很好，至少还够我一个人胡闹。忽然想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情，忽然记不起我呀下定决心。深深沉默的秒针，明明中这个女生火辣一点。嗯，这种是你喜欢的喜欢吗？肯定不是。那公号喜欢这种的吗？他也不喜欢。乖巧哈，小眼神，这个。刚才他自告奋勇说他很擅长持家啊，对对对，我挺喜欢这种。妈妈不说话就是没有看中是吗？但这位女生年纪好像比龚浩要大。它好高啊，穿平底鞋哦。谢谢龚浩，好热烈啊，刚才。虽然说龚浩你的舞步不是特别特别的娴熟，但是热烈的气氛感受到了，能感觉到有小小的火花。哎，我问一下龚浩啊，你今年多大来着？25岁。你刚才是不是把25年的舞全跳了？我把45年的都跳了。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刚才能拍到我的汗吗？激动的还是累的？紧张？不是，是火花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跳舞的时候我想问一下4号女嘉宾，就你刚才咋走了呢？甩开她吗？为什么要甩开她呀？我害羞。哇哦！哇，刚才跳舞时候，你觉得哪个女生对你最有感觉？对我。我觉得5号吧。5号一开始就向你妈妈已经表白了，阿姨我持家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龚浩，你觉得妈妈刚才在你们跳舞的过程中，她最认可谁？这是怎么说呢？主要是我妈喜欢持家的。你们不发表一下感觉吗？她好大力啊，就给我拽怀里了，弄得好害羞啊。她好大劲儿把你拽回来，她是男友力吗？太帅了，我觉得。我的天哪，咱稍微矜持点，姑娘。好吧，好吧。那接下来，在这一轮的选择当中，你要选出一个清新女孩，那这只代表你们第一眼心动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第二轮、第三轮，对，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交流来决定最后的选择。那这一轮，龚浩会选择谁呢？对一下再啊，看好人，看好号码牌，别选错了。啊，没有想到，你看妈妈也没有想到，刚才我们讨论很多人，就是没有讨论他。你为什么选他？挺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大长腿吗？这么多大长腿。那究竟是谁呢？我们要等到最后再揭晓啊。这妈妈有点小情绪的感觉。多好啊，选的。没事，还有第二轮第三轮。啊，那咱赶紧进入第二轮吧。一问清心。